将军扭转乾坤。 此事传出了林啸天的死讯，武林盟主之位就此空悬。武林当中多有传言，说林啸天的暴毙另有隐情。盟主之死自此变成了一桩未决的悬案。这十年一度的武林大会即将在君安城落雁峰召开。 争夺新一任的武林盟主，继承七星剑法。喂，你说的七星剑法可是林啸天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七星剑法？正是啊。那我也要去会会这天下英豪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笑什么笑？此次武林大会的热闹可不止这一个看处。 新出炉的武林美人排行榜，也是大有看头。<笑>你怕不是又要说林放了吧？这武林风声多少年了？不管开头是什么，这结尾总能拐到林放身上。哎，别捣乱，别捣乱，别捣乱啊！林放啊，虽然是前武林盟主林啸天的儿子，可是啊，他的做派与君安士族公子一般。 我认为，他不光是武林第一美，更应该是大萧第一美。要我说呀，天下第一美人是我娘。<笑>你就吹吧，小心我揍你啊！大师兄，跟我回去。啊，走。 师兄，你放开我，我自己能走。你休想！我这一撒手啊，你又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我就是我爹要见我嘛，什么时候见我不行啊？师父吩咐过了，片刻都不能耽搁。走。哎，大师兄，为什么只有你来找我啊？二师兄呢？明知故问，说吧，这回又把老二折腾到哪儿去了？二师兄。 此处清凉幽静，风景宜人，好不好玩啊？放我下来！<笑>哎呦！你敢害我？明明是你给我下套在先，怎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吧？有种你别跑！
师兄，快来啊！来了，你别跑！大师兄，你看这疯丫头，抓不着我吧？惊鸿掠影，大师兄。师父等你呢，老板。啊！二师兄，走了。哎，别啊！你等等我呀！哎呀！哎，富丫头，你别嚣张，待会儿看师父怎么罚你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眼睛比我大，行了吧？知道错还不知悔改，哼！死也要死个明白吧。我是吃了雪玉虾，争了红腹斑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把雪玉虾给吃了，还有红腹斑，还有冰魄兰。什么？你爹，冰魄兰真的不好吃，还没有后山的黄花菜好吃呢。那是我从西域给你娘带来的生辰礼物。好了好了，不至于生这么大气。就是嘛，红腹斑我可一口没吃啊，都是师兄们给小四吃的。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师傅是师爷强迫我吃的。你还敢说就你吃最多？师妹，你可真敢说。我们三个虽然吃了一条红腹斑，可是你一个人吃了十只鳕鱼虾呢。就是，哪有十只啊？明明就只有九只。嘴还硬，从小就你调皮捣蛋，今天非罚你不可。砸我干嘛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门主令牌。怎么破破烂烂的？你还有脸说？做这个做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湛家门主之位传于你了。啊！爹，你是不是被我气傻了？还是我在做梦呢？平时你总说爹不给你机会出去闯荡，今天爹就把门主之位传于你。你现在可以下山，以湛家门主身份参加武林大会。爹，娘，这事儿哪能轮得上我呀？不还有师兄弟们呢吗？参见门主。平时不见你们这么齐心啊。叫你去你就去嘛。干什么？娘，这是我爹吗？不会是假的吧？是真的，红儿，你爹已经同意让你下山去参加武林大会了。爹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？
我去容易被人追杀。当年我身居武林副盟主的职位，为了追求江湖第一美女，也就是你娘，退隐江湖，那些少壮派恨死我了。哼，我就知道是个坑。我是为了让你出去见见世面，以后荆州战家的名号全靠你了。我终于可以和你娘享两天清福喽。娘，收拾东西你就不用操心了，还有小兰呢。小兰，小兰，小姐，小姐，好身手，快快快，冰魄兰朝拉若好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是按照你的吩咐。这就是我的冰魄兰，你们还炒了腊肉。夫人也在，一起吃。真是什么小姐带什么丫头，你说你们这样，我怎么放心让你们下山呢？娘，下山？本门主要带你下山，去奔赴武林大会，高兴吗？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变成门主了？嗯。夫人，咱们家是不是要垮了？说什么呢？嗯，那这腊肉我还是自己吃了吧，以后啊吃不着了。哎，你这丫头，过来，红儿。红儿，你说你要不长大就好了，你就不会离开娘了。娘，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那，这是娘祖传的金丝铠甲，你穿上就会刀枪不入了。真的刀枪不入？嗯。怎么还有个洞？这个洞不是你七岁的时候烧的吗？那，反过来穿就好了。好吧，娘，你跟爹越发的像。红儿啊，记住了，一定要贴身穿着。嗯。明日就要下山，今日去掏些鸟蛋来吃吃。三门主，这套启蒙剑法你练得很成熟吗？承让承让，老门主你也不赖嘛。爹，嗯，咱家风景可真美。此处风景虽美，但是外面的天地更广阔。爹，你真的就这么让我下山了？红儿，你终究会长大的。少年当有四方志，结伴江湖弄风云。你想结识江东武林，游历大萧山河，趁着青春不负前行，
当爹的怎么会拦着你呢？我就知道爹最疼我了。红儿，此次下山夺取武林盟主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关键就是结交武林朋友，亮亮武艺，让江湖知道我湛家并非没落。嗯，我不会给湛家丢脸的。为父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。爹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讲破坏气氛的大道理了。这句话你必须得记住，以后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爹还有湛家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爹，但是如果在外边闯了祸，可别再说是我湛家人。小姐，是个练武的奇才啊！好说好说。眼下有个扬名立万的机会。哦。拜入陈家，你们就是未来武林盟主的门人，怎么样？现在加入，原价10两银子，现在只要8两。我乃荆州湛家门主，不如你拜我门下，我只收你5两。没听说过。哎，拜入陈家。想骗我？连我湛家都没听说过，一定是村里来的。我们也是村里来的。小姐，这是给门派做旗号的。哦，那咱们也做一个，多威风呀。还不需要，咱走吧。暖心珠你听过？这你都知道？郑家那个败家子居然把暖心珠拿出来当，结果花了10000钱才给赎回去。哼，这下可好，全武林都知道暖心珠在郑家。哎，这凤不飞发了盗宝令，那势必手到擒来啊。可不是，这凤不飞最近在君安可是连续作案呢。这高门大户啊，可真是倒霉了。没想到这回轮到郑家收到盗宝令。凤不飞，快追！哎，郑老爷来赎人的时候说漏了嘴，说这暖心珠不知道怎么就出现在了郑家。哦，那要这么说，小姐，咱不买旗子了。我想到一个扬名的办法，凤不飞要偷暖心珠。暖心珠是什么？跟咱们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暖心珠是上等宝物，佩戴可延年益寿，容颜不老，磨成粉服下呢，还能增进功力，药到病除。此珠啊，一直流落江湖，如今这珠子就在此地。听他们说呀，凤不飞要来抢珠子了。凤不飞是谁啊？武林风声里不是说了吗，凤不飞是幽冥三魔之一，轻功了得，擅长妙手空空之术，不管是宝物还是武功秘籍，只要他想得到就一定会得到。
我呢，就是要去会会这个人。小姐，我看是你自己想要这珠子吧？才不是！你想啊，如果我打败了凤不飞，将这珠子物归原主，那不就扬名了吗？是啊。不过小姐，你要这珠子也没什么用，以你的功力吃十颗也没用，就怕珠子没捡着，还被人欺负了。再挤兑我，再挤兑我，不带你去看林芳了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一定可以。嗯小姐，你找什么呢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《武林风声》里说的大侠落脚必住的同福客栈。二位请，二位请，这边请。来来，这边。无量银子的房间一张床没有，就只有个蒲团啊！大侠睡觉都不需要床的，只需打坐调息即可。真的吗？对不住两位，这客房是留给大侠跟英雄住的。你两位不是大侠跟英雄？我们就是大侠跟英雄，这房间我们要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客栈童叟无欺，两位先歇着，有需要再叫小的。多谢。哎，好好好。乡巴佬。小姐，我觉得我们被坑了。你不要觉得，我们就是被坑了。但是本大侠不跟他一般见识。咱们这次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更重要的事儿？在路上不是说了吗，到了君安除了吃好吃的买新衣服，还有就是见林公子。想想就开心。鲜花，嗯，好，香包，这个吧，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来，这个花咱不少钱呢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在外当然是靠父母的钱了，嗯，这鲜花得值，走，嗯，来，公子，小姐，看来就是这里了，就是这儿，公子，这么多人哪看得到啊？哎。百姓气势万千呐、啊！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！我让你跑！文轩兄啊，嗯，在我家做客，就没必要带这么多护卫了吧？难不成还怕我亏待了你？只因前几日收到了凤不飞的纸条，说是要抓我，义父担心我会出事。于是就派了这么多人跟着我一起出门。冬雪，带他们下去。是，公子，走吧。听闻这个凤不飞轻功了得，擅长偷盗，数月之内，无论平民或是世家，都惨遭疟疾。如今，竟然将主意
打到你的身上？这不正说明我们家公子是个宝贝吗？林公子，林公子，林公子，林公子。林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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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公子。今天文轩能来，我这南院堪称雅集啊。是啊，文轩惭愧，子方与诸位盛情款待，今日定然不醉不归。大家入席，文轩，请。小姐，没想到我有生之年真的能看到林公子，这一天是我最值的一天哦。你看清楚了？风正好刮过，我从凤帘缝里看到，虽然被踩了无数脚，但是值哦。我可什么都没看到，你先回客栈等我。嗯。喂，来，来，张公子，我就敬你。张公子，喝酒。高公子，我家公子呢？哎呦，你们总是给他穿什么劳什子的衣服，多不舒服。起风了，公子身体不好，着了风寒，又是大半个月起不了床。文轩，文轩，你应该赏花去了吧。来来来，我们今天不醉不归。来来来，干杯，大家集合，大家赶快分头找公子。是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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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上那边。好好。我让你跑。哎，看你往哪儿躲。我就看一眼。公子，可又看见我家林公子？不曾看见。那边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找到，没有找到。大家赶快找公子，别让凤不飞钻了空子。是是。你们几个跟我走。是是是。你是？你们几个去那边。是是是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
别喊，我就松开你。你是谁啊？你又是谁啊？我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是来干嘛的。你知道？看你刚刚慌张的样子，你也是偷偷来看林芳的。也？你是来看林芳的？对啊。你为何要见林芳？你为何我就为何呗。子期，给我搜，快点！什么？这边，公子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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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那边。走。公子。公子。不好意思啊，看今天这阵势，怕是见不到林芳了。咱们趁这个机会走吧。你不见林芳了？算了，今天啊出师不利，改日再说。哎，我看你这个人也不太机灵的样子，我带你走吧。嗯。我们还是分开走吧。你行吗？也好，先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兰，再会。凤不飞，别让他跑了。不必追了，他不是凤不飞。公子，那人是谁呀？贤僧，别吃路边摊儿。老板，来碗面。好嘞。凤不飞要来抢暖心珠，可有凤不飞的下落？暂时还没有。继续打探。是。老板，面不要了。哎，面都下锅了。堡主，公子今日怎么样？今与平时一样。他又去闯别人家的内宅了？那倒没有。你在说什么啊，爹？爹，你别死！爹，你在说什么？战破敌消失武林这么多年，如今又有线索。你还是怀疑他？当年离开战场的人只有他。就算他不是杀害我爹的凶手，定然也知晓当时的事情。可是他突然消失多年，毫无踪迹，
如今战甲人又重新出现在郡安，到底是何意思？战家门主令牌，战破敌来了。这是一个小姑娘落下的，十八九岁的模样。那应该是战破敌女儿战青红。战青红是个有意思的人，战家应该也是为了武林大会而来。我会打探一下战破敌的下落。辛苦你了。如今这情况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自然是要物归原主了。小姐，你没有看到林公子真是人生一大憾事。我也是昏了头才会翻墙去看一个男子，以后需要再提此事，真够丢人的。那你就真要去凑热闹啊？凤不飞到宝，武林人士定会齐聚捉他，我岂能错过这个见世面又扬名的机会呢？走了。飞，把暖心珠放下。有趣有趣，想跟我凤不飞抢宝贝？有本事来拿。使用毒暗下黑手，你无耻！我沈胭脂光明正大的使毒，怎么无耻了？你先吓到我了！夏侯将军，你可算来了！竟然偷学这么多派的武功，哼！现在知道你凤爷爷的厉害了吧？凤不飞，你功夫杂而不精，饶是你再用几门功夫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！哇，这都看得出来。什么人？还不现身！战家战青红。
你总要挑山水，迎山退，有些狼狈。推开拥堵的人潮，像是耳聋。落花无意思，江东流水，几尘而对，没有丝毫的防备，惊扰了谁？ 天涯之下，随风和你追，浪迹一回。走过如画的风景，追忆完美。几壶浊酒吞噬着虚伪，醉了几回。那些故事悬崖坠，生死相随。 你会在他的身旁，为何又望眼欲穿？有些心事过往，明了曾经月光。是独白会太漫长，不禁将岁月斩断，剪下一点一滴，如针如线的穿。 只为初见，你是明月照江东。爱奇艺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